榴莲马可来吧。今天是实现榴莲自由了，这么多啊！哇哇，嗯，炸皮炸皮炸皮，看看这块肉怎么样？哇，不错。再看这个肉怎么样？哇，好小。哇，哥，最后一片肉。最后这块还不错，嘿，下面是这个吗？你拆一个就行了，这个留着明天吃。哦，行吧，那这个好像没有多少肉啊。行，够吃就行了。嗯，嗯，好凉、哦。你像冰激凌一样。哎，真甜，这个甜甜喜欢吃。肉不辣，我还不想。干嘛老钱啊、好爽。好腻啊，真甜，真好吃，这个榴莲。哇，甜的都腻了。还剩两个，我们一起分享。